年期间妈妈一定也会买的红豆年糕。我刚说有点要卡痰，不是，突然忘记这是什么。今天 Fred 就要教大家如何把萝卜糕跟年糕大改造。对。我会做点不一样的哈，像这样子对不对？我会撒一点点的花生粉，放意料，那不会很恶心吗？不会。是哦。过年就是什么都嘛可以放。真的什么都可以放哎。小老板一号了。是啊。拿什么？其实你这样还蛮可爱的。人长得可爱，做什么事都可爱，好不好？人长得可爱，做什么事都可爱，好不好？人长得可爱，做什么事都可爱，好不好？长得可爱，长得可爱，长得可爱，好不好？是啊，有没有金黄色这样就可以了哦？教大家一个，这个是命理老师教的，就是大家的那个门口不是都会铺那个红色的地毯吗？对地垫，然后你就在那个除夕那一天晚上，你就弄一个红包袋，里面放168块，然后当你大年初一的时候，你跨出去的那一步就一路发了。放哪里？地垫呐，你又不在听我讲话。如果放16800呢？那我一定住你家隔壁偷走它。对啊，就表示一卡五级啊，不要用啊。这个很好，很酥脆。很酥脆啊。这个要帮你翻吗？不用不用，我来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这不错，这正常版不错。正常版的行。我们吃看这个，因为它外面脆，里面很软。外面脆，里面很软。嗯，哇，好黏哦，里面年糕啊，哦，不错啊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做的一定不错啊，别人不要怕。哇，哎，你要做在身上喽，好吃吗？可能还没炸，里面还是冰的。再炸就年糕。好，果然是创意料理，好不好？今天教大家就是过年一定要吃的年糕，红豆年糕。像你们家的妈妈会做什么呢？你可以把这个 Fred 的做法，然后跟他一起分享。那你们今年家里的年菜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喽。今天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来风好菜，我们下一拜见喽，拜拜。